每一 round 我哋都唔係好想鬥落去，大家唉，邊個走都係喊到死咁樣。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我哋咧喺個節目裏邊咧，我哋所流嘅眼淚啊，所有我哋嘅投放嘅感情都係好真、好真摯嘅。咁希望藉住大家嘅掌聲，俾一次咁多位嘅參賽者，得唔得先？多謝大家。係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希望中年好聲音咧，可以喚醒香港人好多追夢嘅一個心啦，正能量啦。嚟緊如果有機會中年好聲音二嘅話咧，希望大家咧，你哋在座各位咧有夢想嘅朋友咧，唔好吝嗇，一定要報名參加，記得係啦。哪怕1% 嘅機會都好，都要俾自己試下。真係我覺得這個舞台係得到好多嘢。係啦，咁最重要嘅咧，梗係要支持我哋嘅4月23日嘅一個總決賽啦。跟住咧，另外就要支持埋我哋5月13日嘅《中年好聲音》夢想成真演唱會啦，多多支持，好冇？我哋 jam 下啦，係啦，哇，勁啊！好，送俾大家有張信哲嘅《愛如潮水》，識唱我哋一齊唱啊！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。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。爱如潮水，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也不愿别的人见识你的妩媚。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。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，你从此不再深夜徘徊，不
心里就是放纵的滋味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今天繼續支持我們中年好聲音，8:30我們再見。好了，我們下一位還有哪位朋友想來挑戰這個 Busking 的台呢？有沒有？有沒有？是不是 Steven 啊？